哥哥妹妹有意思。嗯，这样错了吧？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光出现到了另个世界，眉中间有个红点，头插着珠帘。好像每个人都有特别气味，闻了才发现那是咖喱作祟，恒河水菩提树叶古老的情节。像每个人都有特别气味，闻了才发现那是咖喱作祟，恒河水菩提树叶古老的情节。时间在倒回，我们俩穿着菩萨听着梵音，还想着是幻觉，奇怪的语言接着我快快起舞，碎碎念的念哇塞，我刚刚差点要讲成孙盛希耶，我是不是疯了？孙燕姿的 Magic， 没有讲成孙庆月就已经算是还好了，男女不分更过分。孙燕姿的神奇，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第二个小时呢，到了我们周周都会来的告解室的时间了。是的。你有罪吗？如果你觉得你有罪，你需要被赦免，你说出来会舒服一点，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打电话进来，不用告诉我们你的名字，你是谁，只要告诉我们你有罪，你有什么罪就可以了。
谁的最爱，耐心等待绝对精彩。街上的招牌，有些字我看不明白，譬如爱，谁在贩卖？我一路走来，橱窗里陈列着关怀，我想买你的未来。偶尔偷偷释怀，衣服喜欢穿细肩带。Ooh yeah yeah， 裙子挑粉彩，在手背上刺一个爱，自信的存在。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醉。上次我跟大家说，哎，你知道吗？我上次上个月的那个信用卡账单是零元哦。然后我周末就去买了10000块的内衣。可是啊，内衣这种东西就是会一直坏掉啊。是啊。对啊，小柔你也懂吧？我懂啊，但是有必要到10000吗？你可以买1件2件吧。可是周年庆都会要买要6000啊，然后你就会不小心买6000要折多少的时候，然后那个数字他们是不是精算过？当然。然后你就很容易，你不可能刚好只超过6000，就会到8000-9000，然后他就会说再加一点，再加一点。他说好，好啦。味道还在，恋爱自古以来是谁发明的解不开。真的很容易破10000，男性们请不要这样大惊小怪。内衣跟内裤啊，是我少数不理解这么为什么要这么贵，这么贵的。你也可以买菜市场的啊。可是那个就是穿不，对，菜市场穿不好，真的穿不起来。就是有，就是那一天我就想说，难得我想换一家内衣品牌穿穿看，所以我就到去试穿。哎，是穿上去，我说哦，我在穿什么？我半颗金哦，好丑！你说空杯哦，空杯到爆。然后那个阿姨就说，哎，妹妹可以进来了吗？啊，阿姨帮你瞧一下，她穿，我们两个安静，安静哦。阿姨再拿另外一件给你看看，这个你试试看呐、啊。穿完安静，最后一件的是安静，我3件拿给她说不需要，笑笑说没关系没关系，阿姨也知道丑。第一次走出专柜，如此的轻松又没有罪恶感、啊、走路有风啊！我经过的时候，试衣间那个整个帘子都飞起来。啊，内衣真的贵，对。有人好奇我买哪一款内衣可以让胸部 up up， 就是我买内衣我没有要追求看起来就是非常有勾有集中，我只求就是那个背面软一点，不要太硬，因为我撑不起来。然后哎、欸、我怎么可能撑不起来，我分裂了。就那个料子跟型我就蛮吃的，就可以买的不多啦。然后我常常就是下围要改，那下围改了肩带要顺，你买内衣很麻烦。你有罪吗？嗨嗨，我有罪。你的罪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有一次突然很急着想要上厕所，然后我就去冲到厕所，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就突然想要，就不想用手把门推开，我想用脚踢的，所以我就用脚把门踢开，然后结果发现里面有一个人正在上，然后是隔壁班的老师，所以呢，所以老师就转头惊恐的看着我，然后我也惊恐的看着老师跟他的屁股，对，然后我就好有画面哦，对不起，然后就赶快跑走这样子。对，我有罪，但我是还好的是那一个老师，
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我知道他是隔壁班的班导。哦，然后那老师是在小便吧？应该是不是？不是小便。嗯，因为高中就是那种蹲式吧，然后他会就是待在那边比较久的话，应该就不是小便。天哪！而且我那天是非常用力，所以那个门应该是重重的打在他屁股上吧。好的，对，感谢你的分享，谢谢，拜拜，拜拜。Hear me, babe, where it truly lies. My baby, where it truly lies. My only, where it truly lies.돌아서지 못해 결정을 못 내려 진...
장 나 왜 이러니 왜 이렇게 배워있니 도대체 몇 번째 이 짓을 더 해봐야 내가 정신을 차리려는지 누가 좀 나 어디에 담는 것도 없어지 마 She's the bad girl I know But here I go again oh no 02-2363-9955 2363-9955 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你有醉吗嗨你好Hello, 忏悔的时间，马克玛丽，你有罪吗？我有罪。你的罪是？我国小的时候就会看同学用什么好东西，我就会跟爸妈吵着要。然后到国中，就是有一次妈妈带我，就是我就是妈妈带我去买Levi's的牛仔外套、牛仔裤。那时候当下。好像妈妈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国中生要穿这个？但是我就是觉得很帅。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结账的时候，当时好像是买了8000-9000，没有折扣。对，然后一直到了长大，我就是做体育用品店，然后也买鞋子，然后就一直乱买鞋子。对，就是想说要投资之类的，或者是可以再转卖。但是后来就越囤越多，然后一直到之后就是有信用卡以后，开始就是一直乱买，就是除了买鞋子，还会买一些公仔、买玩具，然后买一些就是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其实根本卖不出去。对啊，就是流行是一阵一阵。对，找不到下家，这个很麻烦啊。对啊，没错。好的，你有罪，我有罪，拜拜。然后、怎么了？我有收集阿鲁的画。是哦，你该不会是我买家之一吧？但是我只有买到一幅，因为。阿卢的话，如果你今天展场有活动，你第一天去一定是买不到的，因为都被 VIP 订走。对，那你怎么买到的？他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活动，就是公益活动，然后我是第一时间第一秒飙到的。哇哦！对。Wow, 就很开心，太酷了！然后刚刚我听到阿卢，我也很开心。赞哦，谢谢喽，拜拜，拜拜，拜拜。哇哦！第一时间，第一秒抢到。哇哦！你有罪吗？02-2363-9955。嗨，你好。喂喂。喂，你们好。嗨，你是？哎，你有罪吗？哦，有。你的罪是？就是。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哦，你出轨啊？贪吃啊？你又出轨啊？之前哦，对，那就觉得很不可取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几天新闻也有在报，就是某位官员嘛。对，那就会稍微去联想到，我觉得就是说这种东西，爆出来的话是，我觉得是存在，就是可能性是很高啊。那就是说看怎么去断的这个东西这样。对对对，了解。是，好的，谢谢你的告知。这样子，拜拜，拜拜。天使与魔鬼的对话，穿同一片阴霾，唯有怕失去，要有怕被爱。的女孩，女孩，我不怪也不坏，只是有点怒耐，越靠越近我就莫名越想逃。开人的各种恐惧障碍，我不积极去面对，可以养成永久习惯。看着天和地狱之间的人们都在相爱，只剩下我在对抗。天使与魔鬼的对话，穿同一片。
片意外，唯有我怕失去爱又怕被爱，爱爱爱爱爱爱，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女孩。你好，我有罪，你的罪是我对不起老婆。怎么了？我是贪吃。那是是、欸，在结婚之前，我跟我老，我先跟这个现任老婆，就是结婚之前，我有交女朋友，嗯，然后那时候还在出社没多久，我买了一只大概8000多块的手表，然后纯白色的，就很漂亮，然后。我先送给我前女友，然后前女友送完之后，我跟她分手，然后重点来了，我还是把那只手表给她要回来，因为要回来，第一点因为手表很贵，然后又刚买没多久，然后就分手，然后我很心疼，所以把她要回来，然后呢，我前女友把她又送还给我嘛，送还给我之后没多久，然后呢，我再送给我现在的老婆，赞啊。然后再来重点来了，我现在老婆就是，反正那时候是女朋友嘛，她就看，她知道有这只手表，因为我都会跟她讲说我前女友大概有谁，然后就是很属于就是属实说我之前的过去这样，然后她发现有一天，我就说那情人节快到了，那我把这只手表送给她，我说这只手表送给你，我说我老婆很开心，她说哇你怎么那么好有情，然后她送这手表。结果隔天我们两个，他说那我们去海边吧，我老婆说、啊、那我说好、啊、那去海边啦、啊、结果他就把手表拔下来，然后说这手表很漂亮对不对，嗯，然后他就往海里一蹬，对，海里一丢，他知道那是你送前女友的表，对，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他说这个你是不是送你前女友的表，嗯，我说对，他说那你还把它送给我干嘛？我们是走未来的路，所以我不需要你前女友的东西，所以要把它丢海里。然后我跟他讲，我一点解释说，我8000多块就飞了。然后他跟我回一句，你可以在我身上找回更多的8000块。OK， 对我有罪。好的，对不起我老婆。好猛的女子哦。对。好，谢谢，感谢你的分享，拜拜。拜拜。新古董在我身的老花 check 心跳 check it out， 眼泪流好打破了表套， you just fine， 但我的眼神离不开 you just fine， 但还穿我一眼看着你像摄取太多咖啡因，心悸的感觉像正在跳着 Billie Jean。Oh my love， oh oh oh， 不能控制 Formula with you。如果你也喜欢我 ，Please do。每个 morning 每一次都 miss you， 每一天都期待再次 meeting you。冬日隐藏不会露馅，你经过书店，划过屋檐，浪漫了很普遍。带你走过的地方 no rain， feel it right， 我不说我不说，你是太也是让 oh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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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ke， 可是带点毛这理想的用电力通融都飘了门，魏如萱再加上了影子计划，我的菜，你有罪吗？02-23639955，嗨，你好。哇，马哥、玛丽，你们好。嗨，你是？你有罪吗？我有罪。你的罪是？你们刚听到玛丽说她花10000多块买了内衣，所以说我是花了好多钱买内裤。你花多少钱买内裤？没有计算过，可是这样数量有大概快100多件的吧。你说你累积买了100多件内裤吗？对啊。
我对于累积买了一百多件内裤没什么数字上的概念呢、欸。男生多久换一次内裤啊？一样的，半年啊。半年一次买几件？半年一次买，半年一次大概二三十件吧。半年二三十件啊。那你都是買就看到喜欢的就会买啊？哦，你是一个内裤收藏家就对了。就是觉得不一样，觉得材质不错就会买。受不了，抗拒不了诱惑。没错，跟玛丽亚买内衣是一样的。我明白。对，好，我有嘴。感谢你的分享。谢谢，拜拜。拜拜。手画一个星星。有啥物话拢想要对你讲，是要甲你斗阵，唱出一款唱互你听。不管你是春夏秋冬，但我会伴你的世界。麦克风，你无够美丽，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哈尼。爱的死心塌地，我一个不管其他的，爱是想你，问我爱定该咖喱，就是咖喱，去吃咖喱，我我这样回答你，爱你爱的死心塌地。爱就是咖喱，来自于颜爵。爱就是咖喱，爱就是咖喱，爱就是咖喱。One, two, three。不管你是春夏秋冬，你的世界，麦克风，你不够美丽，你永远是我最爱的honey。爱就死心塌地，不理就不管其他的，爱是想你，问我爱定该咖喱，就是咖喱，去吃咖喱，我就要回答你，爱你爱就死心塌地，不理就不管其他的呀，爱是想你，这个爱定该咖喱，有些咖喱混在呆在坐在躺在泡在家里，有一句话你从来没听懂，但我说爱你就是要咖喱，我们都没大意，说一个能力以为是 ABC， 咖喱是跟你，咖喱是 curry， 我相信音乐能够跨越国际，超越国际，生活已经代表心灵，绝对说出的话，不管表达的是好坏是谎。我现在最在乎的是你听到我的心想我的咖喱，爱你爱的死心塌地，不理就不管其他的，爱是想你，问我爱定该咖喱，就是咖喱，去吃咖喱，我会怎样回答你，爱你爱的死心塌地，
relationship. My heart beats fast and syncopation. Caught in the middle of a situation. Can't get a grip on my destination. My reputations, my past relations. Don't mean a thing when it comes to passion. But we're too shy to try what's right. Can't make the first move even though I try. 因为面对着你，我才笑得甜蜜。爱上海水道管，疯狂呼吸。想我想抱紧着你，把手放在你手心。快点问我在等待的问题。Alpha 萧亚轩的《因为你》。彻底占有我的心，爱上刺痛。欢迎你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加入我们，周末还有星期六4点钟到6点钟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我是马克，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搜寻 Mary in Tower， 玛丽在塔里面，还有欧马克就可以了。也欢迎你 YouTube 订阅，上班可以听。快躺好，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好棒哟。今天的故事呢有点长，我不确定能不能一天讲完。今天呢要讲啊，有一个少年，他因为洪水失去父母，变成了孤儿，没有家，他只有自己一个人。可是呢，他在父亲那边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很快就找到了谋生之路。他去市场租了一个最小最便宜的店铺，然后用自己手中的小钱买了纸跟笔，在商店的入口立起了贩卖智慧的牌子。好像你会做事哦。好，来买物品跟生活必需品的人，每次经过这家商店呢，就会嘲笑说：“哈哈，如果你有智慧的话，你怎么会穿这么破旧的衣服啊？你坐在这么小的店里面，哈哈哈哈，你要卖什么智慧啊？”但是他不为所动，他就是坐在店里耐心的等待客人到来。有一天呢，有位大商人的儿子路过了，他就觉得，什么贩卖智慧啊？虽然他是富翁，可是他傻傻的，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在卖什么，他以为智慧是可以吃、可以摸到的东西，所以他就问说：“喜欢他？哎，少年，智慧一斤多少钱啊？”少年就说：“智慧不是以重量来卖的，智慧卖的是价值。”商人的儿子呢，就放一卢比说：“我知道你意思啦，那你给我一卢比的智慧这样子。”少年呢，收了一卢比，请这个商人儿子坐下，用很认真的眼睛看着他的脸。再仰望一下天空，闭眼沉思一下，在纸笔下面写下了“旁观两人吵架是不明智的”，把这张纸交给这个神谕之书啊！商人的儿子非常非常兴奋啊，他迫不及待跑回家，因为他想要向父亲秀出：“爸爸，你看我买了什么？我买了智慧！”商人一看到儿子，震怒，他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怎么会生出一个这么蠢的儿子啊？太蠢了！然后就问说：“谁给你这没用的废纸？”然后他就冲过去那家店要退钱，痛斥、痛骂那个少年：“你赶快给我退回这张毫无价值废纸所付的这个一卢比！”少年呢也沉着说：“好，我退。但是在我退钱之前，你不仅要还回那个纸条，你要还回我卖出的商品。”商人就说：“我已经把纸还给那个废纸破纸还你了。”少年再次说：“不好意思，你给我的是张纸，我跟纸一起卖出的是智慧，你要把那智慧也还给我。如果您退钱，您的儿子要写着，就我现在写下另外一张纸，代表你把智慧退回来了，绝对不会使用我的建议，无论何时都要旁观两个人吵架的文件上面签名。”好过分哦！商人根本就不想要给他任何东西啊，那他们就越吵越大声，那整个市场人就围过来看，说发生什么事情啊？那很多顾客呢都站在了少年这一边，商人就不得不在那个画押了，签字了。我答应。对，不久以后，国王呢有两位妃子，他们的侍女来到了市场，他们呢就是去买哈密瓜，那因为他们看上了同一颗哈密瓜。吵架了，吵得非常激烈，哈密瓜饭都吓到逃走了。这两个女人呢，跑出店外，怎么可能？互相扯着对方的头发打架。我要这个花味的哈密瓜。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这个时候，商人的傻乎乎的儿子经过了，他听到
什么？听见吵架的声音，我那首歌怎么唱？听到吵架的声音，那因为父亲又给他指示了嘛，你一定有人吵架，你要停下来，你要旁观吵架。哼，他就停下来了。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哎呦，明天再继续这个有趣的故事吧。为你送上一首新歌，来自于张怀浩，他是。你现在是拉起了人中，你要学他爸是不是？不是啊，他是怀秋的弟弟吧？我记得。这首歌曲叫做《缺夜》，送给你。缺的那一夜，我们下次为你补上喽。在晕开的泪都是情节桥段的迂回，你累不累？谁是你的顺位？跟着分类裁切爱，哦哦哦哦哦哦，身边世界过剩的自我陶醉，你朦胧的美，笑容耐人寻味，像缺了一页，故事无法衔接，光景无从体会，缺了那夜，怎么懂你才对，在你的构图藏着暧昧，在晕开的泪都是情节桥段的迂回，你累不累？谁是你的顺位？等爱哦哦哦，在我的陪伴你视而不见，猜不透的藏着暧昧猜，在晕开的泪都是情节桥段。